引领着世人去向光明之路，拔济无明的罗网，让众生渡过苦恼之海，开启解脱的大门，迈向幸福的涅槃彼岸。保护生命，普度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《彼岸慈航2014缅甸弘法行》。夜色中，就着微光，来到比丘尼院，穿着粉红色袈裟的小小沙弥尼们，安静合掌，依序入列。来到大殿内，席地盘腿，一一端坐。尽管年幼，小小沙弥尼却有着同龄幼童少见的端静娴定。以清亮的嗓音合掌布道，凉夜中，一张张纯真无邪的神貌，宛如莲花上的点点露珠，莹洁剔透。